各位觀眾早晨，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是林學賢。嚟到十月尾啦，秋高氣爽，今日嘅天氣都唔例外噶。今朝早喺維港望出去，見到太陽出來了，而雲量亦都唔算多噶。我哋預計今日嘅天氣咧，會係大致天晴為主。至於氣温方面咧，今朝早喺尖沙咀我錄到25度嘅低温，而喺新界譬如打鼓嶺、石崗咧都有成22度噶。我哋預計今日嘅最高氣温咧去到28度。看睇大範圍的衛星雲圖，見到香港附近咧雲量唔算多。我哋預計咧呢一兩日天氣都係差唔多，以係有陽光為主。至於詳細嘅天氣咧，會係咁樣噶，大致天晴啦，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温約為28度，風咧會係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。提提大家啦，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噶，表示火災危險性頗高，大家要注意防火啦。至於最高的紫外線指數咧，我哋預計去到7格，強度屬於高，所以大家去郊外嘅時候咧，記住要注意防曬啦。至於展望方面咧，我哋預計未來一兩日咧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嘅天氣啦，但去到星期一晚受到季候風嘅補充所影響啦，所以我哋天氣會係轉涼噶。去到星期二同星期三嘅早上天氣咧，可能得翻21度啫，大家要留意啦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講到呢度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，再見。